其实我很想，一直很想玩一个无限机械星星的流派，可是因为，因为现在游戏内的机械很少，但就只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所以其实很有可能会一直拿到机械星星，所以，所以我玩了一个四足的，因为有一张机械是动物管理机器人，可是可能，搞不放这张放其他会比较好，比如说把这张拿掉，然后换两张麦田魔像，然后玩一个死神，搞不会比较好。不过我们先试试看，如果说四足的有可能会成立的话，那就是圣骑了，因为这个铁骑审判官可以把英雄人变成鱼人，让我们鱼人的压力变比较小。我是有在鱼人队长，不过对，Oh my god！ 他可能会盾猛或是重击之类的，我不知道啦，不过也有可能出这个。前来报道。所以他现在应该会觉得我是龙圣，然后我带很明显精灵龙是为了龙吗？然后出带这个是因为我有死神。前来报道。死神龙圣没什么，没什么稀奇的。OK， 克斯温 ，OK， 马上露馅。这没有限速。我现在想出是因为他刚好，就是他现在是会有影响的。哇哦，交战杀，年轻。展览厅只对嘉宾观望。八张牌，哇哦！哇，手上没机械卡尔洛斯，你不配领导部落。我要多建立一个野兽，因为我下轮可能会想出这张，因为原上他只要撞到两个就赚。没有带解武器的东西。加二。哎。哎。还有机械吗？哎，不管了，看了也爽。是这样，可能会逼一张斗殴之类的吧。
比斗哦。不要那么勤快的截我的机械吗？加二加一，恶龙嘞！哎，你要找刀啦，好烦哦！克苏恩，克苏恩，克苏恩！就是嘛！要相信圣火！消失吧，邪恶的坏蛋！连这一副鸟牌都可以 out tempo 你，哇，好像赢了，刚好。啊，好可惜，没有抽到机械星星。我觉得玩四族再加上死生有点过于贪心啊。嗯，所以感觉很容易误导别人。因为毕竟有 很多奇怪的神奇，也不是很多奇怪的神奇。像我等一下先下这个，他可能就以为我是鱼人身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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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OK， 应该某种 AE 之类的吧。 OK OK， 为了正义，呵呵呵呵呵呵 ，Oh my god， 好赚哦！欸，他没有办法处理这只双蓝龙。我觉得搞不好裸下，也不算裸下，因为其实有 combo 到一个，可这 combo 到可能不好，因为这样反而让他可以把这只捅掉。
他应该会觉得这是我为了要触发馆长而放进来的牌吧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了。各种莫名其妙的combo过。英雄能叫一个三二，不错不错。小灰机，我的抽牌，其实我想要降组一部分原因是，也是因为机械星星 A3 有两张机械是这两个，所以对，等于说有两张机械现在是跟三组绑在一起，所以你玩四组是有一定道理的。顺风无敌啊！顺风英雄传。